Hello， 亲爱的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鲤鱼，今天一起来玩一个，这是啥游戏？反正就是 Super 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就超级撑杆跳，反正就是一个撑杆跳的一个游戏，很好的一个游戏。其实这是一个竞技项，一个游戏整合。那么我们玩的是一个撑杆跳的模式，然后现在选人物，左边的是我，右边是他，我就选这个，哎，这个这是狼还是狗头啊？我这个啊，熊 ，bear 熊，你这是光头啊？什么鬼？然后我们现在就选一个比较好看的地，选这个，这是樱花吗？哎，就不选这个，嗯，就不选这个。哎，别，我不要那个，我就要这个，我就要刚才那光头。你给我这个，这不是这个，这是樱花吗？橘色的樱花是吗？不是，你知道这个游戏的规则吗？放屁，我不知道咱俩玩个什么呢。那你为什么还往你那边搂呢？我都要到地方了呀，兄弟。哎，你怎么踢的？你教我这招。用脚。教练，我想学这一招。嚯！你咋把我踢下去了呢？噔，你犯规了，你犯规了！哎，你等会儿啊，你等会儿，我处死你！哎呦呦，处死！踢反了！没事，踢反才好呢。你们现在应该已经看清楚这个规则了吧？哎，你看我姿势屌！哎，我怼你一下！哎，我踩！就是把上面的那个蛋，移到对面就可以了。啊，得分多的就赢了，这样很明了吧？我是不是说的很明了？我知道你不用跟我说。哎，我处死你，大光头！哎，我怎么往我那边弄了呢？回！哎，这个游戏到底是用杆子往那边杵的，还是说用脚往那边踢的？啊、踩一下！哎，我要赢了！哎，往那边去 ，Come on！ 我要赢了，兄弟！我哎，他这个地方有个坑，哎，你够不到！我马上就来了！哦啊！没碰到，不行！哎，不行！你滚！哎呀！太闹心了，这个游戏玩的我闹心了，你闹心没？换个地图吧，要不然。哎，好。耳机掉了，你别趁人之危，我跟你讲，你别趁人之危。哎，你这么好，这么遵守规则，来，再来呀！哎，不行，我得把它搂回去。Come on。好像第一个地图它太简单 了，第一个地图它就是平地，这个都有挑战力，景色很美。你过来呀，这个地方那就你必须得跳一下了，这个就很恶心。我踩着你的杆，对，我踩着你就死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熊人加鲁鲁。你这熊熊不？你是光头跳。等一下，哎，这是我的球。哦、哎呦我。等一下，来，哎，你怎么一点斗志都没有？哦，哎，哦，这个灯反了，我也弄反了，哎，踢，好，我要赢了，哦，再踢我就赢了，每走一步道，然后他就那个，对，再踢我就赢了，好好玩，等一下，踢卡住了，我卡这儿，哎，你别，不行，千钧一发，我再来我就赢了 ，Come on。Time over， 啊，时间到了。哎，这个游戏没有音乐，没有胜利的音乐。看我屁股，蓝裤衩子，看到没 ？Bear， 这次换个人吧，我换成这个。哎，这个比较好玩，黄头发，绿头带，现在比较流行绿色。中间这个是断的，我喜欢这个。哎，这个也是断的。那就选这个吧，有点这种欧式风格，好像刚才那个是欧式。算了，这沙漠吧。哎，掉不下去啊！杆子能杵下去。你看搅屎棍儿，看，我看看，哦，真的能杵下去。中间是断的，这个很恶心。看搅屎棍儿，看搅屎棍儿，搅屎棍儿，来，我也来。哎，我想参加一下，结果你就死了。我踢这哪是搅屎棍儿啊？这不是我的钉钉，我的钉钉，看谁的钉钉长。哎，不行，我得往哪边弄来着？我得往这边弄是吧？反了，你往我这边弄啊？你拉倒吧，是往这边，他的旗帜，他这个靶子跟我一样的，你咋不过来呢？你咋不过来？你看我加一分，那是我的分，跟衣服的颜色是一样的。哎，你能不能赢一把？你没经常玩这种游戏，知道吗？你要经常玩这种游戏，你也闹心。哎，又得一分。哎，小杨还拦着我，能拦住吗？啊，每次进球都要重来的，我这次就跟你杠。哎，我这次就踢你了，就朝你的脑袋上踢，你打不过我的。哎，不行，不能进。哎，老烦人了，你回来，再给我
回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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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 ，no， 撑杆跳，找你。三分，你怎么还带烟焦呢？喂，要不要我们换一个模式，玩这个 br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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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ra？ 踢球吗？不不是 br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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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ra， 它上面都写了，你看 br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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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ra。我选这个，你选哪个？我选这大胖子。你选那个大黑胖子是吧？那我选这个大绿人，怎么到我身上都是绿色的呢？你今年我估计你要被原谅一下。我选个图啊，我选个图，别吵吵，选个图。我觉得这个比较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啊，是随机地图啊？那就是随机来一次呗。那就随机地图呗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这个模式就是抢球的，把这个球呢投到那个相应颜色里面那盒下面，我们就得分了。可以用暴力去得球，哎，你要用自杀得球吗？别，哎，别，一分无耻啊！连球带人下去，这球是我的，这球是我的，这球是我的，追不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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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给我回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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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，哎，叫叫呀，我这啊，哎呀，咱就得一分啊，我死了，你死一次会掉分的，所以说你这么弄是，反正但是你要蹭下去，早晚会赢，扔投，哎。投啊！我这个小人怎么攻击总是攻击不到你？你投不中的，完，哎，球在我这儿，我点儿看到没有？那个绿色的点儿就是我们能跳的次数。拜拜，你去捡呢，有种你去捡呢。哎哎，滚！哎，你给我下来，滚！我哇，打死你了！还得打死？我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？好，我现在也可以打你的，你知道吗？哎。哎哎，我记得我可以。哦、oh, ，no no no no， 球好，啊哎呀啊投我，哈，再投，踢啊、oh, 不行捡球，我要淹死了，完了，怎么咱俩现在、这个、一分没有？有了，关键现在太艰难了，你知道吗？哎 ，come on come on come on， 哎再投你过来，哎哎，别接球，你过来。怎么办？二比零了，为什么？二比零了，怎么办？因为你刚才死了，窒息了。哎哎，你以为你大了不起是吧？你体格比我好吗？你身体强壮吗？你牛是吧？你没有跳跃次数了，你死了。你怎么又复活了呢？别复活呀！我扔。哎，不接，不行接，还不行接，我你太烦人了，你三比零了。我不想再玩游戏了。那么今天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那么证明他就是非常垃圾，对吧？根本就是你没有运动细胞，是吧？咱俩属于试过试过。去啊，好了，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那么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 ，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fine。我没说完呢，你这。